Hello，大家好，我是 June，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这支视频就是这两款 Wet n Wild 实色眼影盘试色和妆容的分享，以及我对里面每个颜色质地和上妆效果的一个测评 review。759 Comfort Zone，这是它第二个版本。一开始接触这个牌子，就是看到同事有在用它这个 Comfort Zone 的老版，偏绿色系，比较成熟的一款。这一款是比较暖色系，760 Not a Basic。Peach 日落妆，人鱼姬色，一两个月我基本上都在用这两盘。从一开始是它一个一个颜色的质地啊和一个上色度，之后就是看哪几个颜色搭配在一起的妆容比较的好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请继续看下去。先说这款 Comfort Zone 这一款，我用下来，它的确大多数的颜色都比较的暗，对于黄调200女生来说，可能不是那么的惊艳，搭配出来的效果不会特别的明。亮其实还是偏暗一点的，唯一我觉得搭配出来让我有惊艳感觉，然后我也是很希望能够推荐给大家的，是我今天画在眼睛上的这个妆容，就是它比较的棕色系，微微闪。当你搭配棕色的美瞳的时候才会好看，大地色的一个颜色，适合学生的同时，它也很适合职场，比较百搭，而且绝对绝对不会出错。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前一天喝水比较多，早上起床之后眼睛会浮肿的女生的话，这一款去浮肿的效果也非常好，因为它整体就是会把你肿的地方涂上非常自然、非常消肿的这个棕色。我觉得七号色这个颜色非常的特别，它不是我喜欢的那种非常亮、非常油亮的颜色，它是微微闪、微微珠光闪，不仔细看其实还看不出来，我觉得。但是搭配整个这个棕色系的眼影，就显得特别的有气质、优雅、很耐看。单单为了这个七号色，我觉得买它也不亏了，是不到10美金。真的价位很便宜。那我们现在来给大家画一下这个颜色，然后我会跟大家具体说一说我对里面这10个颜色每一个颜色的看法，给大家做参考。首先，先用这个眼影盘里比较浅的这个晕染色一号色来做我整个眼眶的晕染，消肿，给眼妆定一个性，着重在晕染一下眼尾，拉长眼线的地方稍微拉一拉，下眼脸也是一样，就把这个颜色一直画到我卧蚕的位置。眼睛就不会显得那么的肿了。接下来用我刚刚说的我很喜欢的这个7号色，用指腹按压在整个眼皮的位置，要来来回回来个7、8下，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同样的，也是用这个7号色画下眼脸眼尾处1/3，就是差不多眼尾的这个地方，然后就用比较小的圆头的眼影刷，沾取2号色，画在内眼角和眉骨下方的位置，做一下高光，我还会把它画在下眼脸的前1/3处，比较可爱小卧蚕的感觉，然后用一个比较硬的斜角的眉刷，沾取5号色眼尾眼线的晕染，这个时候还可以在上眼线的内眼睑的前端也画一下，去浮肿的效果会更好。最后就是常规的画上液体眼线，刷上睫毛膏，整个妆容就完成了。说完这款妆效分享，我们接下来就来具体聊一聊这个眼影盘各个颜色我用下来的一个看法。作为眼眶晕染色1号和10号，只要下手不要太重，我觉得都是可以的。质地我觉得也是 OK 的，晕出来基本上也挺自然的。其他的闪片色，我个人觉得连叫它珠光我都觉得是抬举它们了，微微珠光色。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颜色来说，1号色黄调200来说，做我的晕染色是 OK 的，下手轻一点或者下手重一点，我觉得都可以调节到是我想要的妆效。比较偏白一点的女生的话，建议下手轻一些，少量多次进行晕染会比较保险。二号色如果是搭配这个眼影盘里其他颜色的话，作为眼部的高光，比如说画内眼角啊，或者是眉下高光是 OK 的，没有特别闪。如果和别的眼影盘作为一个妆容搭配的话，我可能觉得它就没有那么的亮。三号色黄偏古铜一样的微微的珠光色，一号色或者十号色进行眼眶晕染，前提
之下，涂不涂没有太大的区别。四号色不油亮，微微的珠光不是很显色，多次叠加的话，它会让我的皮肤纹理显得很粗糙，不是很好看。拿它做内眼角或者是眉骨下方打亮的话，它又没有二号色那么亮。五号色作为眼线印染色的话，是没有其他眼影盘里的那种深色来的好，它颜色非常的不集中，也不是很显色。六号色应该是这个盘的主打颜色，这个墨绿色真的是偏暗了，对于黄皮女生来说不是很友好，会有点显脏，而且它真的是一点都不闪。七号色就是我在妆容里分享的主打色，本身一眼看这个眼影盘，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个七号色，因为它非常的低调，相对比较好上色，上眼之后刮目相看，是会让你显得比较优雅，比较有气质的，非常适合亚洲女生，深色瞳孔的女生，为了这一个颜色我也会留下这一盘。八号色看来是孔雀蓝带闪，和六号墨绿色一样，它真的是显脏显暗的，涂出来之后它的 undertone 是非常暗系的砖红，就有点像十号色那种感觉，孔雀蓝的闪亮颗粒几乎看不到，画在眼睛上面人家只看到暗暗的一滩。九号色做眼线色跟五号色一样，颜色不是很集中，不是很显色，绝对是打不过大多数市面上眼影盘里的眼线色。最后十号色眼眶晕染色比起一号色更深了一些，晕染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一下子沾粉太多的话，它会有深深浅浅晕不均匀的现象。那说完 comfort zone， 我们来说另外一个色号 not a basic peach， 是这两年流行的色彩的搭配。我用下来一共有三个妆容，我觉得是比较好上手也是比较好看的，两款妆容是比较相近的，都是人鱼肌的那种概念，暖色系，然后上面有金色的闪光的那种效果的颜色，还有另外一款是比较雾面的，适合夏天比较活泼一些的女生。首先第一个妆容用一号色来做大面积的打底，因为这个一号色跟我的肤色非常的接近，我觉得跟大多数女生的肤色都是接近的，整个眼眶的位置我都会用它先来铺一铺，在画其他眼影盘的时候我都会找一个粉饼或者是散粉进行打底。好处就是如果你之前上的隔离粉底液遮瑕比较黏的话，直接上眼影会容易有色块的出现，所以用这种粉做一下打底的话，起码过多的油分先去掉，如果你黑眼圈比较严重的话，用这种肤色的粉做一下打底，可以把眼皮上的颜色弄淡一些，这样的话你上其他的眼影的话更显色一些。像我之前空瓶记也跟大家聊过，我之前有用过一个倩碧的一个赠品的四色眼影，把它肤色的颜色给用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其实真的还挺实用的。接下来我用三号色在靠近眼线的位置进行晕染，因为这个颜色比较的浓重，不建议大家一开始就把它晕在眼眶的位置，从靠近眼线的地方开始会比较好画，不会特别的夸张，一定要少量多次，少量多次，因为它还挺显色的。画到眼尾的时候，再轻轻的把它往眼尾的地方再拉长一下，同样一把刷子把它捏扁，画在下眼脸眼尾的三分之一处，画到眼尾的后方的时候，再稍稍的往眼尾拉一拉，上下眼脸就会有一体的感觉。接下来用手指沾去六号色，按压在上眼皮的前半边，然后再用刚刚画过三号色的那把刷，在这个六号色和三号色之间进行一下晕染，让它们的边界看起来更自然。这个时候因为刷子上会有余粉，把它在眼眶的位置进行一下晕染，这也是消浮肿的一个方法。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做一下调整，如果你觉得这个时候眼睛看起来还是肿肿的话，可以沾取十号色在眼眶的位置稍微再加一些晕染，如果觉得整体太过浓重的话，可以用刷子沾取一下一号色，把浓重的地方稍微再晕染一下，因为一号色比较偏肤色的，所以它画在其他的眼影上面会有淡化妆容的效果。调整好之后，如果觉得六号色金色不是很明显了的话，在眼皮的中间位置再按压一些六号色。接下来我用的是九号色画眼线，非常非常容易掉粉，建议大家用其他眼影盘里的深色来做这个妆容的眼线晕染，然后用比较圆
头的眼影刷，沾取二号色，画在内眼角、眉骨下方、下眼线前半端的位置。为了让上下眼皮有一体的感觉，用刚刚沾取过二号色的小小的眼影笔沾取六号色，画在下眼脸中央的位置。最后加上液体眼线和睫毛膏，这个妆容就完成了。接下来要分享的妆容是人鱼姬二号，它跟人鱼姬一号妆容真的非常接近，但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就看大家个人的喜好。也是一样，用一号色做上下眼脸的大面积打底，接下来用十号色少量多次的进行眼眶晕染，然后是用七号色橘色里面带金色闪片的颜色，用指腹按压在上眼皮和下眼脸，然后用六号色画内眼角、下眼脸前端的位置，然后用二号色画眉骨下方的位置进行提亮，然后是用八号色来做一下眼线的晕染，最后就是涂上液体眼线笔和睫毛膏，这个妆容就完成了。这两个妆容用到的主打颜色不同，就是看大家喜欢分段式的眼影妆效呢，还是比较一体的带闪的这种颜色。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用这个眼影盘画的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妆容，橘色和蓝色搭配的一个夏日远气款妆容，非常显灵气活泼。画完之后我可能觉得我爸妈都会觉得很夸张，结果我妈妈说这个眼妆还不错的。首先也是一样，用一号色对上下眼脸进行大面积的打底，然后用十号色少量多次的进行眼眶的晕染和下眼脸的晕染，接下来就是用四号这个比较活泼的雾面的橘色画上眼皮，画完之后再用沾有十号色鱼粉的眼影刷对边界进行晕染，然后用二号色做一下内眼角和眉骨下方的提亮。画到这里基本上就是产品背面 daytime 的妆效。接下来个人发挥，我用了斜角的比较硬的眉刷，沾取了五号色天蓝色，把它画在眼尾眼线的位置和内眼角的上方以及下眼脸的眼线位置，综合一下整个妆容的红度，带入了一些清凉感，内眼线的中间黑眼球的位置画一点点眼线，这样的话就不会显得眼睛特别的无神。画上睫毛膏，这个妆容就完成。这个妆容一定要搭配蓝色的美瞳，才会显得它灵气十足。说完妆容分享，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说说我对这十个颜色的看法。首先一号色我刚刚已经说了非常非常好，它的质地也不错，如果大家需要这样的一款颜色作为你的眼影打底和眼影过浓时候做的修改色的话，单单为了这一号色，我绝对推荐大家可以去买这一盘，真的性价比很高，而且的确用的非常多这个颜色。第二个颜色作为眉骨下方的提亮，虽然没有那么油亮，但是是比较的日常，所以学生妆绝对是可以的。三号色显色度比较好雾面的颜色，如果你喜欢日落妆喜欢橙色的话，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四号色和三号色这两个颜色真的非常的少女，非常的元气，也很适合夏天。但是就质地来说，我觉得五号色不是非常优秀。如果大家有类似的颜色但是质地非常好的话，请推荐给我，我也会去试一试。六号色金色乍看之下不是很油亮，通过叠加是可以达到我想要的效果的。七号色人鱼姬的颜色，八号色这个暗紫色真的非常不适合黄皮，会显得你非常的暗，比较适合非常白皙的女生。九号色颜色相对集中，但是掉粉掉的太厉害了，真的没有办法用。最后十号色作为黄调二百，下手够轻，我就可以 hold 住这个颜色，也是比较好晕的眼眶晕染色，它的色调是挺适合画日落妆和人鱼姬色的。那以上就是这支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分享了这两个眼影盘里的四款妆容，我也会把妆容画法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分享在哔哩哔哩专栏，方便大家截图，希望对大家的选购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请给我点一个赞。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我的眼影测评的话，请点击订阅我，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我所发布的视频啦。希望大家天天都开心，我们下次视频见啦，拜拜。